甜蜜的任务本期看点，今年的确有很多好的作品出现，对，确实，就像我们头号嫌疑人二，对对对，所以在这里能不能抢先剧透一下？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演的是一个就是医生类的这种，然后我跟这些就是一起进入这个基地的玩家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每个人身后都有他的隐藏的身份，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关系很好，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完全信任对方，而且有互相利用的成分在里面，很烧脑的。我觉得大家特别开心的看到了你跟超哥在这个微博上互相发的文案和照片，那天是有商量过配合吗？真没商量过，因为超哥先发的朋友圈，然后我不知道他同步微博也发了，然后我就感觉是他先动手的，是吧？然后我也不能手软，就回了一个，还是能看出，因为私下大家相处的非常的熟络，真的非常好。偶尔在这开个玩笑，不过更多的是为了让大家一定要去看电影。超哥是最帅的。Hello， 芒果 TV 的粉丝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七齐思君，欢迎收看本期《甜蜜的任务》。那这一次我们请到的甜蜜嘉宾，当我像一个侦探，在寻找蛛丝马迹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能猜到，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就是我们的明星大侦探魏晨，欢迎晨哥。Hello， 各位芒果 TV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晨，很开心在这里又见到大家了。渴的话，我们专门做的乐城的果汁，刚鲜榨的。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今年的这个影视作品和接下来要和大家见面的综艺作品一起来看一看，聊一聊。好，第一个还是具体聊一下《金刚川》，您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的心得有什么样的感受？《金刚川》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最后一场战役，叫金城战役之前的，就是一个小的战场支线的一个故事。嗯，我们的部队往前线运送这个物资的时候被一条江水给挡住了去路，那我作为工兵连连长严瑞的扮演者呢，我在这个故事中的任务其实就是修好我们这个江上的这一条桥，然后保证这个我们的后方部队跟前线主力部队顺利会师，然后把物资送到前线去。哪一年俺们都才十七八岁，唯一想的事儿就是潼关那座桥。快走，快快走，咱们胜利了，他们的目标是桥梯。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重现这样一个让我们热血澎湃的历史故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今年是抗美援朝的七十周年。是的，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去纪念我们的前辈，然后回顾他们对于我们美好生活的奉献和牺牲，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无比荣耀的。没错，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向革命先烈去致敬。那刚刚我们聊完了电影作品，接下来就要问一下，和张译、吴京、邓超三位老师合作，对他们三位印象都如何？我觉得太好了，这些优秀的演员老师们他们会做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比如说我每一次锻炼的时候都会看到金哥已经在那儿了，要么就是练了一半，要么就是已经开始热身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成功是不是一朝一夕或者嘴上说说的，就是真的是有原因的，而且跟他们一块儿去努力完成一个大家觉得很值得的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然后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跟这些前辈们一起合作吧。嗯，大家特别开心的看到了你跟超哥在这个微博上互相发的文案和照片，那天是有商量过配合吗？真没商量过，因为超哥先发的朋友圈，然后我不知道他同步微博也发了，然后我一看超哥是什么路线，然后我就感觉是他先动手的，是吧？然后我也不能手软，就回了一个。当时刷微博还反应了一下，就是以为看错了，哎，就照片和文案。对对，但是挺有意思的，还是能看出，因为私下大家相处的非常的熟络，真的非常好。偶尔在这开个玩笑，不过更多的是为了让大家一定要去看电影。超哥是最帅的。
突然感觉近段时间大家突然特别喜欢看有悬疑啊、推理、烧脑这些元素在的剧，而且今年的确有很多好的作品出现。对，确实，就像我们头号嫌疑人啊。对对对，所以在这里能不能先抢先剧透一下？因为抢先剧透，对，因为我们这个拍完，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讲了什么故事，哦，对吧？这就真的很难了。忙城中案件频发，有一个人在废弃基地里把咱们策划过的案件现场都还原了。说你们大家来到废弃基地，游戏开始啊！杀死李大明又杀死贺山的人就是你。它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互动的剧，因为大家可能之前看过那种谁是嫌疑人啊，这种就是一系列的名侦的这个互动剧，是就是大家会明白，就是它其实是会让你选择的。对，所以我们也拍了很多种结果，啊，就是让大家自己去跟我们一起去探案。对，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拍这种剧的时候，你会不会头大？就是因为你会演不同各种变化，然后不同的发展方向，会也会，就真的很难。对，而且就是我们看完以后都自己得理一个很清晰的逻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剧是不容易的，而且它也在慢慢的尝试过程中，我相信会越做越好。对，很好奇的问，比如说固定的角色或者是说其他的设定，因为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对，就是这个情报太少了，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演的是一个医生类的这种，医生类的，再一个就是累。然后我跟这些就是一起进入这个基地的玩家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每个人身后都有他的隐藏的身份。对，然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关系很好，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完全信任对方，而且也有互相利用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还是很烧脑的，我觉得。明白。他是想要抓住所有使用这个网站的人。你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呀？基地见。不就是想找出有罪的人，然后惩罚他吗？你谁呀？你们俩。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记忆，告诉我真相啊？我也很期待，要耐下心子来。对，而且如果有足够耐心的话，可以刷一些不同的结局，因为刚刚说过了，有很多种可能性存在。对，玩着玩着主角就死了，重来，真的有啊？对，所以你不一定能活到最后的。哇哦，天哪，这个说的我好期待，好想在家试一试。可以试试，这个比在家里单独刷剧要更加不一样一些，就是有自己的参与感会更强烈一些。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接下来就是今年《明星大侦探》第六季即将回归了，作为参加过名侦的嘉宾，你觉得自己和其他朋友聚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因为现在有些人也会玩一些益智类的游戏也好，包括剧本杀之类的，这样类似的诸此类的形式也好，推理类都好，会不会感觉到自己更擅长？我觉得好像会更用一个逻辑或者理性的角度去看。对，但是平时确实玩这种游戏不是特擅长。对，然后所以害怕露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就说，大侦探你选手过来跟我玩一下吧，没玩好，因为害怕丢这个大侦探的人。对，所以还是玩的比较少，确实也对。对，因为工作比较忙。但是，就是自己喜欢看这种推理类的剧啊，然后还有这种类似的电影啊、剧本啊，其实有把这个大侦探的逻辑用在这上面，对，我觉得是可以的。有没有最近想过，或者是今年比如说关注到的推理类的作品？有啊，不是那个之前那个爬山隐秘的角落吗？然后还有很多啊，摩天大楼啊，包括我们那个马上要上的那个头号嫌疑人啊。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脑洞越来越大了。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嘛，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剧作，然后代表我们这个国剧的这个实力和水平的。对，接下来还要问一下陈哥，接下来还有自己有哪些工作计划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接下来有一些已经拍完的剧啊、电影啊，马上会上，然后如果不是今年，应该就是明年吧。然后接下来也会有几个剧有可能要开拍，对，所以还是在
准备当中，然后希望能够这个不负大家的期望吧，每一次的作品都是充满诚意的，对，我会认真去做好每一次的作品。明白，就是反正有作品在等待着大家，就要耐心等待。最近的肯定就是我们的明侦第六季了嘛，是的，很快就跟大家见面了。哇，是越说越期待，我觉得弹幕就会发现期待。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翻牌时间，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小小打印机，我打开之后呢会有你粉丝为你准备的问题。哇，这有点袖珍啊，有点袖珍。工作忙碌却一直没有停下健身的脚步，你是怎么高效分配时间的？这个事情我也很好奇，你刚刚也说了，就拍电影的时候你们也一直在健身，但是拍戏的时候说实在有时候时间是很，比如说一天会拍很长很长的时间，对，怎么保持这个健身的频率？其实那个到时候大家可以看我们芒果 TV， 应该有我们那个头号嫌疑人的花絮。哦，我们现场这个有很多喜欢健身的小伙伴，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怎么健身的啊。上班族白领有一个地儿就可以练，我两个动作。就是利用很多的时间嘛，但是我的经验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身体很疲惫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先停一停。对，你只要保证你的那个身体状态是一个就不要太疲劳的状态，再去考虑健身的事儿。那如果你拍戏，比如说熬夜，或者确实你在健身是有伤身体的，对，是的，你只有休息好了，然后吃得好了，再去做一些锻炼，我觉得是有助于你的新陈代谢的。所以如果真的太疲劳，就不要健身。当然我们拍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在等待嘛，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哦，吃完饭想动一动啊，运动两下呀，然后让身体比较好的状态，我觉得是可以健身，拿着哑铃去现场。哎，对对对，我们现场有很多真有，真的，我们不但练哑铃，我们还练各种什么打电子游戏啊什么的，各种练。比如说在片场你见过最神奇的健身道具或者是健身工具或健身方式是什么样子？最神奇的呀，最神奇的就是那个什么小白经常拿着人家那个就是摇臂的那个配重什么的，借着人家的配重什么的，就是在那举的。我知道那个摇臂就那个配重很像健身房，一个片两个片，对对对，他给人全挪到一边来，然后开始锻炼。然后我们锻炼的时候借那个摄影组摄影老师的什么苹果箱啊当凳子什么的，在那靠着那个做哑铃什么的。就是经常会有，对，那个苹果箱和健身房的那个凳子差不多，差不多，所以也不需要带了，就是那个物尽其用吧。对，完美。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有出不了戏的情况吗？印象里 NG 最多的一场戏，最近 NG 都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们这几次拍戏的时候。会有大量就是拍戏之前的排练，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排练过很多次了。其实现场最难的就是怎么跟机器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拍那个战争戏啊，那个爆炸呀、啊、这些合作，那最多也就拍个两三条吧。对啊，因为恢复一次炸点要俩小时。明白，你要是错多了可能会被揍。所以为了让其他工作人员不要太生气。对，而且每一次我们 NG 的时候，比如说真的因为你什么没说好没演好什么的，你都会非常内疚。我们那个桥恢复要一天的时间，就是你今天一天只有这一次机会，一定要拍好。就是然后那个炸点恢复一次快的话也要一个小时，所以不允许自己有失误。对，所以大家都是在拍摄之前，因为都是很大场面，所有人都是排练很多很多遍，尽量不让自己耽误整个剧组的进度。对，然后有出不了戏的情况，其实每一次杀青的时候都很难出戏，因为你看就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的那个状况都跟现在其实差距很远，我们都会留很多胡子呀，然后身上你看现在还能看出来我的那个指甲上面有一层那个深色的，是我注意到了，就是它喷的那个颜色啊，指甲头上面还有那个。就是你会有很多东西让你还是一看就会好像回到剧组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对对对，然后其实
其实每一次拍完这样的戏还是会很怀念，一方面是很怀念这种拍摄的状态，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像一个集体或者战友，大家在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然后特别不舍得告别这样子的状况，期待再次相见。所以像每次留完胡子，我回北京的时候都不是特别舍得，除非有工作才把胡子剃掉。对，就是还是有一种这种怀念的情感在里面。但有些角色就是如果说结束之后可能久久难以出戏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压力？或者是我觉得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嗯，对，因为你扮演的是你心目中的那种偶像或者英雄，对吧？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偶像这件事情现在理解的比较片面，但是其实像我认为出演的这些军人啊，其实是我们的偶像，对，然后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或者用很多的方式去学习他们的。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电影中全程用兰州方言演绎，能用兰州话给粉丝告白一下吗？兰州话给粉丝告白一下，从来也没干过这事儿。是用兰州话告白。嗯，告白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兰州话夸人，就是说你这个人特别棒。嗯，就是两货，我的粉丝们都是两货。两货。哦，我跟你说，这个方言真的有这个地方的气息，就是你那句话一出来，有一种浓重的大西北气息扑面而来，感觉闻到牛肉面味了，是吧？不是，你刚刚说话那句话都感觉沙哑的，两货，两货。这就是给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它就是亮，就是漂亮的亮啊，豁就是那个一个那个语气的词儿，豁啊，就是说你这个人，那再你懂的，再教几句，再教几句，比如说兰州的那个听不懂的那种，或者比较难的那种，听不懂，就是如果夸一个女孩特别漂亮的话，就叫莎莎啊，你看。里面有一个莎莎，里面有一个莎莎，啊，这个完全听不懂，听不懂，这个是完全听不懂。对对对，就是说那边有一个漂亮小姐姐，对对，有个莎莎。哦，还有一个，祖萨尼莎。我想祖萨尼莎。嗯，祖萨尼莎。这是四个字吗？祖萨尼莎。祖萨尼莎。做什么？你说。类似。哎，你还可以。就是前面俩字我感觉到了，就是。类似做啥的感觉，后面祖萨尼莎的意思就是有点类似于东北话，你咋的？就这种语气词，就是你干啥？重新咋地？你咋的？重新咋地？对，如果特别土的兰州话，就是真的很难懂。就是我已经感觉到了，不用特别土，你就拎出几个词来就很难懂。祖萨尼莎，嗯，对，听着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名字，是吧？祖萨尼莎，对，特别是说慢一点，祖萨尼莎。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个，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总结一下这一年，展望一下2021年吧。是，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对我们来讲不太公平。嗯，因为说实话，我们只过了半年。对，有前半年我们都在这个疫情的困扰当中。其实这个疫情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反思，然后让我们去更珍惜我们原本有的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因为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嘛，但是反思也是一件好的事情。每一夜发烫的冰雪。那2021年，我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完全摆脱这个病毒疫情的困扰，然后希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然后自己也会不管是音乐还是表演方面，都会认真去做的。然后也大家也期待吧，因为年底和年初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名侦的第六期跟大家见面。是，然后希望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我们都要有一个积极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学习，那我们都会做更好的这个准备。然后也是期待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明白，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规划2021年。没错，但当然就是健康很重要，疫情早一点结束。好的，接下来就最后一个环节叫宠的就是你，我们要通过一个小游戏的方式来给你的粉丝送出福利。宠的就是你之心跳加速，
魏晨与主持人每人拿12张不同的水果牌，轮流开牌。当桌面上某种水果的数量总和正好达到5个，立刻按零者即为获胜。获胜者赢得桌面上的所有牌。当其中一方手中没牌时，则游戏结束。来吗？猜拳吗？然后我就翻呗。就可以摁吗？就你可以摁啊，然后这个牌就归你了，就归我了啊！来吧，懂了，该我了吧？给，我真的没有任何在让的。大家知道我玩这个游戏是真的不行，因为我之前在就是我们名侦探学院一个节目里面玩过这个游戏啊，我每次反应就是慢。我打在你手上了，我感觉到了。别一句。哎，没有，这归你了。有了，有了啊，有了吗？5个香蕉啊！你刚刚摁的是什么？我都行，无所谓。你这有诈呀！我老看你的手不行，你手吸引我注意力，我看你手想摁不摁的，我以为是你在诈我。哎，你要摁就摁。混混混混，太多了，突然陷入了僵局。这只能比谁出的一样了呀，这不可能，这全都超过5个了。那你没有牌了，你就输了是吧？我输了，没了，没了，我输了，我手里没牌了。这是运气了，你不是靠实力输的，你是靠运气输的啊！我运气真的很可以，我运气可是太厉害了，我没有靠运气赢，我能靠运气输。这游戏是挺有意思的。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输了。你成功的赢得了为粉丝送上福利的机会，哇，我太荣幸了，厉害！福利就是我们会送出你的签名照，辛苦陈哥帮我们签一下名，乐意为大家服务。你们的名侦学院也要开始录制了吧？已经开始录着呢。争夺激烈吗？非常激烈，就像炫耀一样，把照片铺在桌子上。职业病了已经，就是还怕他蹭到。是的。但是说，我重签一下，就是这种经常会遇到的。大家看一下，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就可以赢取福利。在这里也提醒各位，上微博搜索甜蜜的任务话题词，和我们边看边聊更多的精彩内容，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恭喜魏晨今天完成了所有的甜蜜任务的甜蜜挑战，甜蜜的任务成功。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甜蜜的任务的甜蜜嘉宾，他就是 BB 周笔畅。欢迎 Hello 芒果 TV 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就是这张专辑叫别，如果要给他一个语气的话，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语气啊？别，别去，别别，所以是告别。对，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其他的，大家自己理解的意思。别呀，就是一切尽在别中。然后呢，我们有特地准备一份礼物给 BB， 就是之前有一位神秘嘉宾给你留下了一个挑战，来看一下视频。就是过段时间 BB 会桌笔上会来我们节目，就希望你给他布置一个任务。你在逼死他。OK 了。唱跳三遍爱的供养，唱跳三遍爱的供养。那我们 BB 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挑战吗？不接受会怎么样？不接受，那我们就甜蜜的任务成功。他没有其他歌吗？只会这一首？真的这样可以？把你捧在手上，深深的分享。每周一上午10点，甜蜜的任务，精彩营业中。